啊？叫粗心女孩。你今年都跳了，还在这个吗？那我圣诞再请你跳一首。晚上好啊，北辰。晚上好，康康。我新买的，看，零糖、零糖、零脂肪、零卡路里。天呐，他太自律了，我哭死。晚上好，你们知道我这几天在悄悄的干什么吗？你们知道我这几天在偷偷的干什么吗？我之前偷偷的干了很多大事，每天很晚才睡觉。是的，晚上好，听白完，谢谢，晚上好，谢谢佳怡，晚上好，妹妹，晚上好，比如。看，我在完成我的总选奖励。哎，我必须要控诉一下这个，我必须要控诉一下这个，好离谱啊，好大呀、啊！我拼死了，我拼死了，这个东西我必须要控诉一下。这个是我最需要控诉的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，我一定要控诉一下这个人，我一定要，不要让我逮到你。忘记是，我忘了是谁的，我就记得那个图，我记得这个是我自找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说随机要水母，然后我就搞了个这个。这个纯是我自找的，对不起，这个太大了，就是这个纯是我自己。你吃吗？什么东西？这是啥呀？好像吃一个，那吃一个这个。我觉得先放冰箱。谢谢小字母的奶茶。对，这个水母好像是猫的，我就去小红书找那个水母。然后就搜到了这个，然后我就给自己找麻烦，你知道吗？它有那么大一个，它有那么大一个，它不亚于这一个。我跟你说，这玩意儿不亚于这一个。别的还好，这是拼豆，那个。我的那个奖励，拼死我了！谢谢大家，拼死我了！手机套嘛，不是，这就是一个挂件。你看，我还给你们拴了挂绳。天呐，我好贴心啊！我简直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柔的女人，人手一个。嗯，对，希望大家明年可以人手一个，虽然就是你不要看我现在不做的，就是头都秃了，但是我其实很乐意的，我其实心里还是很愿意的。希望大家明年可以人手一个这个东西，我把它装到袋袋里，不然我就找不到。嗯，不对，今年，不对，啊，对，是明年，今年做不完。挂包装，我还有那个零食，我就是有一点拖延症嘛，我把它装到袋袋里，不然我就丢了，不然就找不到了。目前好多人去染头了，给我染的心动。但是想一下，没有关系，我马上就也要染回去。拿出魔法棒，哥哥给了我这个，关于什么东西？钱炫一点，虽然我有点撑，说实话，但是想炫。我今天背着你们悄悄吃了麻辣烫，因为今天去给墩墩做绝育的过程中，墩 墩在绝育，我在吃麻辣烫。
然后是很沉，两场，对啊，两场不同发色，我两场结束以后就染，这是尝一下，嗯，很占肚子的东西，有点不想吃，饿了再吃。我觉得像小王吧，他就说真的吗？我没有感觉。但是我自律女人最近开始喝，就是喝这样的，瘦脸可大。没有，我跟平常开的一样的，就是开了，但是跟平时是一样的。卖米卖米，玉米须茶，玉米须茶贵。要是瘦了，那应该不会，顶多消肿了。开心开瘦脸了吗？开了，但是跟平时开的是一样的，更新算法。什么算法呀？这个难道便宜？这个还好吧。我抖音买的，抖音买的一般都还挺便宜的。我刚才在那个抖音56块钱买了6瓶那么大瓶的乌龙茶，上课喝就很划算，9块钱那么一大瓶。就上课喝就很方便，而且就是有一点味道的水我会更想喝，多喝一点，就但是没有味道的水我就没那么想喝，就不好喝啊。我是觉得一开始喝好难喝，喝多了就喝多了就也还行，但是一开始我就这个我也是一开始我就然后喝着喝着挺好喝的。那个乌龙茶也是还行，就是今天一乍一喝，然后现在还不错。那个玉米须茶特别像那个云南那边有那个什么茶，苦荞茶，特别像，我觉得味道一模一样。那个玉米须茶，我觉得就是苦荞茶，你买苦荞茶可能还便宜点。那个玉米须白花蛇草水，那我倒没听过，那个是什么？云南有那个苦荞茶，那苦荞茶的味道就跟玉米须差不多，而且降火的，我觉得挺好喝的。但是它是那种苦荞，是你自己买来自己泡的，它不是说这种饮料，它是要自己泡的。但是我觉得挺好喝的那个东西，我挺爱喝的，而且它是降火的，非常健康。哇，我提醒我了，我还有好多金银花，机票太贵了，确实。哇，最近我列表的那个摄影全部在往南方跑。今天那个姐姐本来想约我拍照，我说我要给猫绝育，结果真下雪了，后悔了。要是拍了的话，就会有美美的故宫照。折耳根，哇，昨天那个火锅店有折耳根，真的很香。就是蘸料的时候，蘸料的时候里面裹着一片一头折耳根，小鱼仔的帅，好大的雪是吧？还挺大的。我今天看到那个落在上面特别好看，那每一片形状还不一样，又是故宫。他本来想，那个摄影他特别想拍情侣的，但是他说就是很难找模特。然后他说你看像猪猪那样的就不行。他说哎是吧。我不知道有没有，我回来以后我就上课，然后就躺着，然后就到现在了。进去要染回头发，要染，过几天就染了，下周就染了，下周就是他们等我拍照，等我把头发染回去拍照。地上，对，有，我今天绝育的时候，就是我去接墩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。不是，
哎，我那个歌单。我在直播。哦，我知道。嗯。河图，找到河图，我最爱的河图。歌曲418。对，那车上的积水，我今天看到了，但是太脏了，我就没在上面画东西，因为它只有薄薄一层，那个车很脏的，雨夹雪。它只要不是冰球球就好了。我还是买了这种假睫毛，这种下睫毛的假睫毛，我想试试我能不能粘好它，因为我认真观察了，就是人家女明星的那个照片，人家的就是前面贴的是我那种假睫毛，后面贴的就是这种假睫毛，哪个女明星我就不说了，就是我那天配眼镜的时候认真的观察了女明星的照片。他后面就是后面的下眼睛后面就是就这一圈儿，他贴的是哎我的纸掉了，他这一圈贴的是这种假睫毛，所以我就买来我说试一试，然后他贴那个假睫毛上，就是他还分类型，有的人他就只贴了那种仙子毛一根一根的那种，然后另一个呢就他可能风格就是那种适合妆浓的一点的那个，他贴的就是那种，鱼尾和仙子差的那种，贴个鱼尾毛，贴个仙子毛的那种。我今天很认真在观察女明星的妆。显眼睛大。嗯，其实画太大也不一定就是好看，看个人，有些人画大了好看，有些人画大不好看。我是会喜欢画小一点，因为我觉得中间空大了很奇怪。我喜欢就是。这个下肢就有一点点就行了，贴着边的那种就行了。就是那种鱼尾的毛呢，就是它是岔开的，它是这样的形状的，那个假睫毛。然后仙子毛就是我平时贴的那种一根一根一根的那种。眼线可以，我喜欢下垂眼线，我喜欢换成下垂的。我上次试过一次往上飞一点点，但是我那天怎么看自己怎么别扭，我怎么看我觉得有点别扭。对，适合 cos。逗笑了没笑？我拿痘痘贴着呢，而且就以我这个以我的经验，这个痘至少半年消不下去。你看这个前年的痘印还在，留疤了。我每次遮瑕都遮不住这里，它留的疤很深，它留的有一块，但没有办法，就是我有点疤痕体，就很容易留疤，然后留印儿。我手上这还有两个是小时候摔跤的时候摔的，但现在不是很明显了，就是会有很一抠抠印，是小学的时候摔的。是小学的时候摔的，我不知道怎么的摔到这手了，然后摔了两个，但现在不是很明显了，已经。那个疤也是长到现在才不明显，那个疤一直到我高中的时候都还在，小学的时候摔的。我以为它有永久留疤，但我现在看了一眼，它好像其实差不多没了，有一抠抠，不仔细看看不出来的。我没抠那个疤子，它自己好的，但它就是可能有点深留疤。我腿上有一条疤，是那个之前有一次初中那会儿跟我家里人出去，然后那个袋儿没拎住，它摔地上了，然后那个袋里面有玻璃的东西，然后我再拎起来我都没注意，划到了我也没注意，回家我才看到有划那个玻璃划到了，然后后来现在那个疤子还在。但它不明显，它只是一个肉色的疤，它只是凸出来了而已。我没不敢抠疤的，风格习惯了。我每次就是那个疤好不了。我上调眼线，我没敢尝试那样，
主要是我本身我眼睛就是下垂眼，你看我本身那个眼睛有点下垂。谢大喜的秋天奶茶呀，好不了，爸，我最近吃什么不行？我最近确实，姐姐跟我说太沉，你有点憔悴，我最近一直都睡不好，一直都睡不够。我每天晚上都是到那个眼睛都睁不开，躺在床上，然后我睡觉。但是我把这些东西拼出来了，我把这些拼出来。我甚至还，这是我买头饰的袋子，就我买那种发夹的袋子，我还给他找了一个包起来。这是我买那种蝴蝶结送的袋子，蝴蝶结的袋子。有噪音没有？我就是在，反正就是，就是一般我都是这样，这段时间都是五六点睡觉，然后十二点起床。主要是刚好到了，然后我就想着把这个装起来，不然又丢了。我的东西真的很容易丢。就比如我前两天买的炼乳，我死活找不到，我本来想拿来下烤乳扇。死活那个什么，死活找不到了，我都还没打开呢，没了，我也不知道去哪了。所以我觉得我的东西真的需要装起来，然后放到一个地方，不然找不到。那也不好说，不过他现在应该是进不到床底了，因为他带了那个脖圈，他走路都走不稳，他平时跳到我床上就跳到我床上，他现在跳到我床上是跳到床上，然后像就是我今天发那个图片一样扒在床上，然后我把他拎上来。真的很搞笑，那个猫太虚了。但是我感觉我刚跟他就是给他那个伤口消毒的时候，他没什么感觉，他没什么动静，他就躺在那一动不动，没有任何反应，就是小小的一条疤，然后然后我拿碘伏给他消毒，然后他没有任何反应，没有任何感觉他特别淡定。但是我明天还要带他去打消炎针，明天还得起，而且明天上课早，明天五点就要上课。也前演了一下，然后就是抱着说，我说不要，我不要走，然后他就然后手上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我说不要走，然后手上再推医生说赶紧走，赶紧走。然后医生抱着他的时候，我别看我。他现在应该也没精神记恨我，他今天还跑来找我贴贴呢，经常。对，我前演了一下，就是我进去的时候浅的演了一下。等一下，我把那个。你看他那个，真的很诙谐，吐舌头。为什么我的屏幕花花的？在吐舌头。我们打算之后把这个拿来当头像。真的很搞笑啊！这小王八。谢听买的玫瑰花，你看小王八，小王八，真的很好笑。那个郭辉进去的时候都没拍，给墩墩进去的时候给他拍了一个，真的像小王八。救命啊，他的腿岔开了，就那么一口口。
腿只有那么一扣扣，还有什么球啊？这是小狗狗，它像一坨棉花糖一样。TT 的新狗，它长得有点潦草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头发有点潦草。对，我们中心有狗了，它叫 Rabbit。他劈叉啊，他劈了个叉啊，那 Robert， 真的很好笑啊。他像那个长着獠牙的海豹，是不是很像？长长的牙，那种海狮。长得跟 TT 很像，真的吗？我在看。主要那个狗真的不叫，我们抱一半天，它就跟那个假狗一样，这么重。它真的像个假狗一样。我们也不叫吗？回来看到我们也不叫，也不叫，一直都不叫。我们见了我们很多人，他都不叫，见了好多人，但他真的是不叫，不叫就是不叫，真的。这个狗，给你们看看我这次拍的照片。找找，给你们看看我前几天拍的。找不到了，找不到了，对，可能太小了，但是不叫挺好的，叫了公司就不让养了。知道了，送草莓煎蛋。草莓煎蛋，找不到呢。找不到呢，我记得他艾特我了呀。完了，你们没得看了。你们没得看了。为什么没有呢？为什么没有呢？好吧，我找不到了，你们不看，你们不想看。听我的，你们不想看。听我的，我说的算。一低头就开始抽，这是我的马吉克，你们不懂。It's my 马吉克。好吧，找不到。我们周一有年会。那么这次说年会，我们第一个反应，要表演节目吗？他说不用不用。发奖，发吧，不知道发不发，也不知道能发了多少，但是可以有抽奖，但是也没说有什么奖，也没说大奖是什么。祝我手气好一点吧。我们中奖率，
不好说，不好说啊，不好说。说不定他都没准备什么大奖，说不定他就压根就没赚，没那什么什么大奖，没准备什么大奖，年终奖为什么？好过分啊！每年都发不了是吧？每年公司都不行。可是他们本身那个首演难道不应该有庆功宴？他们就是把这些东西并到一起，那这样可以省钱。他们说他们定好了已经。搞点小游戏哦，他说会颁奖，游戏倒不知道。但是其实也挺无聊，我觉得公司应该一般不会管我们，他们一般可能就弄完，然后他们就走着放我们，留在我们在这吃饭，就每次都这样。对，合并办，然后美其名曰，哎呀，开年会其实，哎，其实他们试一下。我们把这么一并，哎，可以省钱。真的没，都已经二月了，都已经二月了。但我们恰恰开始搞进去的东西。我们的那个马吉克棒没有到，也不是说到了结果丢了，你知道我们昨天考核用的什么吗？姐姐他们海底捞吃来的魔法棒，给了我们两根，还只有两根，给了我们两个那个魔法棒。用的是海底捞的，不用。今天就是姐姐本来重新买了，买了以后不能发货，然后给我们外卖了，好看。然后那个，然后原本买的也找到了，但是那个超丑，因为我当时找的时候很随意，我就想着能用就行了，因为要用好多场的。买个便宜的换的勤一点，我当时这么想的。有魔法棒叫什么？没有，那个魔法棒没到，不是，那他们快递丢了，快递丢了以后，最后就拿了两个海底捞的给我们，还只有俩，另外俩都没有。拿出魔法棒，其实你们能看到的最多的 unit 应该就是首演了，之后应该看不到那么多，应该看不到那么多 unit。来首演你们可以看到很多 unit， 以后可就看不到了，以后应该就看不到那么多 unit。 对，只有首演有那么多 unit， 看了一遍只有首演会有那么多 unit， 然后之后的话要删掉，会删掉两个，因为没有那么多人。他好像还有没有放那个的 unit， 没有试听的那个 unit， 好像还有。对，有，但是只有首演有，因为他们是北巴人呀，因为他们是北巴人呀，
哇天哪，他说想让我骗我拌绿钻，我不要。下一首切割。都回来了吗？嗯，都回来了。对，都回来了。平时对平时就随意了。首演毕竟还是北巴人。那他们就算总选，他们也是北巴人，也是挂着北巴的。所以我明年我觉得我还是出不了双人间。特殊可能吧，我们顶多还有个情人节嘛。其实也没多少特殊，这么算的话，我还没买去新曲的衣服，买了两件，不够，还在上海待。哎呀，这个事儿我听的。管他呢，反正公司出这个钱，跑就跑了，只要公司出这个钱，挺好的，两边上的话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如果我可以的话，我也愿意。对，握手只有一天，因为首演那天实在是没时间，要排公演，实在是没时间。弄点高颅顶。哎，我今天在北巴广场上看到有人说我们的高颅顶。啊，新曲也只有一天，无所谓。如果只有一天的话，我就可以多一天出去玩。也挺好的。估计周一都上班了，没必要办。我今天在广场上看见说你们北巴人都好执着高颅顶，那颅顶都比脸高了。上午可以了，看来要早起。希望我这次不要错过跟车。不要错过跟车，这是诈骗的，什么都是诈骗子。哎，我马上我就要告别我的五颜六色的头发，还有点舍不得。我下周周三有，周三有空，在寻思我是去。如果有人找我拍照的话，我就周三去拍照；如果没有人找我拍照的话，我就去雍和宫。颅顶没那么高哦，我还好，我对高颅顶没那么大的。因为我颅顶还行，我颅顶还可以，没有特别夸张，不需要顶点很高。但是确实，就是其实大家颅顶都还好，但是大家就是对高颅顶确实有点执念。但是我就还好，因为我觉得我扎头发好看，我就让姐姐自由发挥。我说姐姐，你看着怎么好看都行，我相信你。还有个山顶，怎么说呢，现场吧就是氛围，直播呢就是看得清，看你选哪一种。如果是我追的星有演唱会的话，我一定会去现场，因为就是我追的就是没那么容易能看到。但是像这种经常能见的就看你自己选吧，在现场看直播。对呀，我们 all in 好吧，我们在现场看直播，我们都选。追的只有一首，嗯，也可以多看几首。我每年金曲我都闲着没事看，怎么选？你就在民风广场看直播啊？不过确实总选那么多人，你就离得那么远，啥也看不见。
的梨花成色的记得承认才能不必。哎，这好像还不用录报批，我们今天还在还帮他们录了一下报批。在北京啥都要录报批，吃批饭什么呀？哦，那可太多了，我倒挺感兴趣的，今天进去我要好好的看一看，我倒是要好好的看一看。我挺有兴趣的。上海恐快速，嗯，我在后台它一般有电视的吧，不能没有吧，广吧有，广吧后台有电视可以看，就是可以看他们的直播，北吧不行，北吧啥也没有。以前我还可以蹲在后台看，现在啥也没有了，现在蹲在后台看不到，期待 B1 进去。我挺想看的，说实话，我觉得我每年进去，我连着看三年进去了，我觉得都挺好看的。我对金曲还挺感兴趣的。哦，今年没法看了，我要跳，好难过呀，更想看。但是还是要，就是虽然想看吧，但是参加肯定还是要参加的。都不敢乱期待。我每年我都期待，我每年都觉得，就是我挺喜欢这种，就是看这些的。参加也难过，不参加也难过，是不同的两种难过。我腿上现在全是疤，但是。谢谢晚安的蹦迪呀，谢谢你的八五七。我现在腿上全是疤，天哪！我就是之前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痒痒了，然后我就挠就起包，然后我挠了以后就破了，然后就会有很多疤。然后最近没怎么挠，全是疤，那个，那留疤了，全是，太痒了，但是前段时间过敏来着。他绿钻，他为了骗我充绿钻，他居然都只要15块钱，可是我就是不充，就是玩，就是玩。BECP 铁锅炖猪，有多充钱？真的吗？那我去拼多多充。老夫特，我好久没看老夫特了。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，后来老夫特东西少了，没什么好看的，后来就没看。我现在唯一的念想就是想去看 Q 展，但是我又不想买 VPN。6块钱。现在都没有，听个歌还要花钱，我就觉得不爽，不要，不听，我愿意不听，所以我后来就真的不听。谢烤了面的奶茶，看啥啥都看，感兴趣的我都看。白嫖，我是开通，我是开的腾讯，都被大家白嫖，但是我腾讯马上要到期了，快到期了，我本来充的年会，但今年没充的，今年没充的，今年没有活动的。没注意的活动。我之前就是有活动我就充，之前芒果很划算的，芒果69块钱一年之前，后来涨价了49了。你按年充划算，按年充比较划算。这会一点的话，说着会不会轻微充满，让都还算的美。
啊，你直接充个年费，你充个年的，然后这样的话，这样的话他就没有自动，我们让他不要有自动续费这个可能，好吗？哦，我的自动续费干嘛？到时候别人没有优惠，然后他给我扣了个自动续费，我去，那我就要哭了，那我就要哭了，花特多，还好。我这腾讯好像也就是一百左右，之前99块钱，后来涨价了，现在涨价了，然后芒果也是涨价，涨了10块钱，之前69就能充一年，现在要70多，年卡半价，年卡他以前有半价，现在就很少，直接看，我朋友花3块钱在拼多多买了《甄嬛传》，然后分享了我一份。消费的是，那等偶像什么时候出席了去拍点电视剧？原来时光一片的青春。对，没有弹幕就不快乐，就是我看着一半不想看了。我看东西我喜欢有弹幕，但我也不喜欢让弹幕特别就是多特别明显，我喜欢把它调到上面1/3屏，然后半透明的那种状态。我喜欢那样。对，你把它调到上半截，上面那个屏，一小屏就好。比这个天地好，还有这种搞笑视频一定要有弹幕才好笑。对，平板我也调不明白，所以我干脆把下面弹幕屏蔽了，我只显示上面那一排。就是我要看，但我不想，我又不想都看。哇，我这么一想，我好久没点外卖了，我好久没点外卖了，好快乐呀。我好久没点外卖了，好开心啊。我真的之前钱大部分花在外卖上，谢烤冷面的玫瑰花。我之前的钱大部分真的就是花在外卖上。我每天就是对着我这个头发，就是我觉得哎还挺特里特气。对，每天点外卖真的很贵，我钱大部分都花在那。有一段时间真的天天想吃外卖。现在我都吃盒饭，一点都不贵，非常划算。但今天的盒饭太难吃了，我一口都没吃，我把那个烤冷面的里面的烤肠吃了。然后出门前喝了一杯豆浆，瘦了。万一为什么瘦了？因为天天在吃盒饭。哪来的食堂？北半没有食堂，只有北半没有食堂。不好吃，今天特别难吃，今天午饭晚饭都难吃，但明天是炒饼，还行吧。炒饼馋死，就是哎，可能本来就是挺好吃的，但是炒饼我吃的太多了。我觉得那炒米粉好吃，我希望天天点炒米粉。我觉得炒米粉好吃，炒饼一点辣味都没有，炒米粉就算也不辣吧，但是它好吃，炒饼一般。我们没有食堂。哎，对，怎么点咖喱饭了？他可能没想起来，我觉得想起来什么点什么。他就是想一出是一出的，我感觉。明天早上是那个烧麦豆浆，我觉得有豆浆我就挺开心的，我挺喜欢喝豆浆的，每天喝豆浆。烧麦也挺好吃的，我也觉得
包子也不错，肉还是米的那种米的，挺好吃的。但是有时候它里面没有透，没有弄透，没有熟透，煮不开。但熟透了就好吃。米加肉，我们是米的。谢谢钩具的皇冠，我知道你一定会送的，谢谢你。我们那个，我之前吃过一次加肉的，我觉得加肉都有点太齁了。我们学的，这不好吗？学的这挺好的呀，我觉得这对我多好呀，这对我很好，对你好不好就不知道了。谢钩具的两杯奶茶，三杯奶茶，四杯奶茶，五杯奶茶，没学，我自己那什么，我自己脑子一动，没学谁，我也没看谁这样，我感觉其实挺多人都会这样的，要说的话，纯肉的那没吃过。哎，我喜欢吃那个炸春卷，我觉得炸春卷那个的好吃。炸春卷，肉的好吃，我真的吃不明白素的炸春卷，就是我什么豆沙的呀什么的。我喜欢吃肉。不要学，看见没有，学的不是别人。我觉得是木偶肉的好吃，我不喜欢吃豆沙的，喜欢吃肉的。我们有段时间早餐还有春卷的，但是太硬了，它这个春卷也咬不动。有、哦、很好吃的，我从小吃的都是肉春卷，我就是来这边我才知道有那个豆沙什么的。我从小吃的一直都是肉春卷。对，我觉得豆沙腻，肉的还好，我喜欢吃肉的。我今天弄了烤乳扇，烤乳扇配那个，我觉得烤乳扇那个东西第一次吃不好吃，第二次还可以，第三次哎还不错，第四次好吃。烤乳扇那个东西它其实不用烤，拿微波炉一打也能吃，拿锅一煎也能吃，拿油一炸也能吃，只有点油。都不用放油，你拿着一热就能吃了，就是中间抹一点那个红糖酱，就是那个玫瑰糖。那个玫瑰糖很好吃的，配那个配冰粉很好吃，但是单吃有点那啥。哎，我还有冰粉籽，我甚至可以自己搓冰粉吃。对，拼多多买的，但是也不便宜，30多就几片儿。那东西贵，那东西就是这个价。所以烤乳扇就是他卖你9块钱一丢丢，其实他也没有坑你，就是你在云南买，一般是10块钱，10块钱他确实没有坑你。就是这个玩意儿确实有点小贵，里面放豆芽，感觉也不错，确实是个饭，太好吃，我觉得好吃，就第一次吃不好吃，第二次吃还不错，第三次吃啊，好香呀！各位张握手，那倒也确实，好痒，要长头发了。35。够36块钱一个烤乳扇，够，够一张握手了，够够的。又不好吃，烤乳扇。对吧，你烤乳扇你可以品尝到，好像单放点糖也能吃。我真的很想找到我的炼乳，我真的很想找到我的炼乳，想要炼乳。我觉得这个好看，他说他要猫的，然后我就弄了一个象墩墩的。太甜，我当时吃太甜是不是放的那个炼乳，但是我现在想再试试，可能我当时觉得甜，现在又不甜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吃过那个蜂窝玉米？很好吃，好
好吃，好好吃，晚上海呀，就是他那个炸的那个玉米，那么大一，就是那个炸的那么大一盆，很好吃。我是去哪里旅游的时候吃到过的，特别好吃，但后来就没有吃到过。对自己家没法做，但那个蜂窝玉米真的很好吃。我出去吃过一次，后来想在家自己尝试做，做不出来，实在是做不出来。它就是我看看，它就长这个样子。它就长这个样子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但是我做不出来，自己做不出来。玉米罐头淀粉汁效果能做出来吗？对，这是玉米，然后它加了别的，就是那淀粉一类的东西，然后上面撒了糖，你看，它是玉米。炸出来的，天哪！他居然给了一个玉米美颜，太丧心病狂了！这个口袋，很好吃啊！我就现在我记不得它什么味道，但我记得特别好吃，就没有玉米、啊。王刚出过一些，我看过教学，我试过，我炸了三锅，没有一锅是成功的。吃了三锅以后，实在吃不下了，不做了，不做了。不做了，不能再做了，太难吃了，失败的有点难吃，然后后来就没有做了。哎，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最近老感觉就是我就是眼睛上没睁开，就是老感觉这样。金沙玉米，叫法不一样，就是我看官博的那个也是有一种眼睛没有睁开的感觉，为什么呢？什么原因呢？我就感觉听到了，做不成火啊。那可能是我当时火开小了，我当时火开的小。好爱丽丝呀，这下去，但是我有好多爱丽丝。那个灯光，那个先去了那发型留刘海是倒是，但是那个微秀 live 它没有刘海会比较好看，它有刘海又不好看，就是无解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个事情他就比较的没有办法。哎，我真的很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会选的就是 We Show Live 拿来巡演了，那个灯光真的太奇怪了。我以为他们会租新的地方。哎，这条还挺好看。感觉挺好看的，但是感觉会显胖。大妈为什么？真的那个灯光，不过人家可能颜值撑得住。反正上次小燕来，我就觉得哇，她完全 hold 住了那个灯光，完美的 hold 住了。然后反正我觉得就是挺多，就是我觉得好像除了自己大家都能 hold 得住。好像除了我自己大家都能 hold 得住。咋办，猪油糖猪油糖都拆了。想开。太小。其实那个牌子不大，但它灯光好，它设备好。它甚至还能升降，它甚至哇，你到那个台子上面那个灯降下来那秒钟，我们哇，幻境。我今天给他们就是帮他们录报批的时候，就感觉这就是他们的歌，就是跟我们完全不是一个风格的，他们跳的完全都不是一个风格。想看谁看谁啊，这个很自由。拿过来充个电，
看你，看你一展宏图，大展身手。DJ 不知道是干嘛了，不知道，说不定巡演的，说不定来一场巡演，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巡演。这边，就过。北京回来去，到时候人家来北京，我们去上海。广州回来去上海。广州？不去广州呀。应该不会去广州，我们打算，就是他们说到现在都不知道，到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去，什么时候去上海这个事。萨普今天跟我们说他也不知道，到现在都没通知他们，晚了，对不起，该睡了。那我播到什么时候呢？可能是。他们好像也不止来巡一场，不知道呢，不知道呢，都是咋呀？不是没巡，我也觉得，我觉得都去了，不妨巡一巡，反正去都去了，放开了就随意了。之前疫情哪都不好去，现在放开了就可以到处跑了，挺好的，我觉得。我最喜欢到处跑了。只是有个最佳拍档 PV 这个有点麻烦，不知道该怎么解决。谢呆头鹅的猪猪，哎，福建人挺好的，很好的。我们还没删呢，没有啊。你要做哦，我听成不，你知道吗？我把你和你的 ID 看差了，我看成晚安，你要做烤冷面，跨时空 PV， 没想好呢，然后也没有沟通好。谢谢北辰的，啊不对，谢谢烤冷面的三个猪，我也不清醒了，怎么办？完了，你知道这个饭头刚新任一下就继承了我的就是脑子不清醒，刚继任饭头就要继承一下我的脑子不清醒。谢谢烤冷面的三个猪，饭水偶像。我想吃饭，饭吃我想吃。我想和粉丝一起不清醒，但你清醒了。我说做饭头的人都会不清醒。哇，有这个假发哎！买一个，搞一个。卷了一下，对，但是我的头发就卷不出这个样子来，我没卷过这个样子。之后反正也不会再留水母，所以就可以试试。哇，好想穿这种样子的裙子拍照啊，就是那种法式那种感觉，哇，很有感觉。对，就那种风格，那种洛可可那种感觉，哇，喜欢。我最近想买裙，但是其实也没有那么想买，但是就是又想，哎，人总是矛盾的。我一会儿想，啊，我真的想找到我的那个，想找到我的炼乳，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把我的烤乳扇拿下来打一下就可以吃了，然后不如打一下。
想拍那种，想拍那种洛可可风格的。看新今天的新幸运词是什么？无所，我就不念给大家了。今天的幸运词无所，无所谓，无所谓，我创飞这个世界。我创飞这个世界，我创飞这个世界。我哪里？我是这种凶狠的人吗？你们不要脏，你们不要乱说哈。我从来就是蚂蚁都舍不得踩死。我连蚂蚁都舍不得踩死，我怎么会想，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，对吧？好善良呀，天，善良的女人总是没有好的结果。我还是想找一找我的那个照片。连蟑螂都不舍得打码，对，蟑螂没有人权吗？蟑螂也是有人权的，为什么要给蟑螂打码？蟑螂也是有出现的资格的。我想找自己的时候永远都找不到，但是我闲着没事瞎搜的时候总能搜到。哼。你睡不着，你睡得着，听我的。你像我一样熬，你绝对睡得着。马上每天沾枕头就睡，我每天躺在床上，我每天都这样的状态。搞这个好好看，这个衣服好好看，好仙啊，那种氛围感呢。有那个氛围。像那种鱼，那个斗鱼。哎，我之前想养斗鱼来着，但是我听说那个斗鱼啊，那个斗鱼晚上不能让它在水里睡觉，不然它会淹死。所以后来我就没养。斗鱼就是很好看，那个尾巴，那个鱼只能单只单只的养，不然他们就打架，打死，就是那种鱼，挺有意思的鱼。我知道，我搜故宫汉。找不到，找到那个摄影师，哎，找到了。给你看我那拍的照片。支持打架，好过分啊！哎呀，那个鱼好像是会打死，就是不能让它打架，不然它会那什么的。哎，我是挺想去故宫拍这样的。有点像苗疆，我的妆就是他启发的，我才给我起名的，那个苗疆那一套。但我前两天看到他居然画了那个孙珍妮前辈，给你们找找啊，
他叫月下，他要600块钱，我那之前还记错了，他要600块钱，我当时花了600块钱化妆。我那天朋友圈看到他画了孙春妮前辈，哦，他小红书没有发，他朋友圈发。他化妆600块钱，跑鬼，跑鬼。但我后来再没找过他，后来还给我画过一次，但是画的是那种风格的，就是那种风格啊，就是他都把我画成另一个人了，我觉得特别厉害。给你们找找，他有没有发过？那很久远了，我上翻一下。是谁的？哎，我记得当时我也穿着这件衣服来着。哈哈。找不到了。他后来给我画过一次，他找我把我拎过去，就过去当免费模特。他就是找我给我画了一次，然后把我当免费模特就过去了一次，然后画了一次，找发过吗？他朋友圈发过，这个我有没有发过？但他妆造做的真的很好看。哎，他真的做了好多次这个造型哦，真的做了好多次这个造型。因为我当时也找他做，他真的做了好多次这个造型，没找到，他应该没在小红书发过吧？真的做了好多次这个造型，说明什么？那个苗疆大家都很喜欢，但我现在已经拍完，我没有什么想法了，我没有那个执念了，拍过就是拍过就不想拍了，我现在特别想拍这样。我想拍这样，我觉得这样会很好看，或者就是这样的。我去，真的很好看，真的很绝啊，真的很绝，家人。哦，这个，这个，哎，巧了，就是这件衣服。他本来他做完以后，就是发现衣服脱不下来了，然后就这样了。再给我做过一次这样的造型，但是当时那个妆不太好看，我回来就卸了，对吧？这是我看不出来吧？他给我画成了另一个人，那当时给我画了一个这个，就是那天我通了个宵，当时没消肿，他就过去把我就过去给我弄了一次。哦耶，这是我，想不到吧？我当时我回来，我盯着镜子看着自己半天，我说算了，不认识。然后把妆卸了，然后补觉去了。我甚至都没有直播，我就把这个妆卸了，然后睡觉去了。那会儿头发多，首先啊，有一种东西叫假发片。其次那会儿我还没开始捯饬自己的头发，就是那会儿头发还是发量还是很多的。就是好看，但是就是认不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好看但不认识。我还喜欢就是那种有辨识的那种感觉。对，我现在就是日益稀疏，太像网图了。那至少说明是好看的。但我觉得真的挺厉害的化妆。哎，我真的觉得这个造型就是任何人做都会很好看的那种感觉，这种造型就只要就谁做都会很好看。给大家推荐一下，要想拍写真的话，做这个绝对不会踩雷。我觉得谁做都能好看，就这个造型真的谁做谁好看的那种。对，因为造型好看，然后他会就造型做完了以后，他对整个人都会有加成的，
他对整个人都会有加成。建议大家如果拍照的话，做这样的造型，会对整个人都会对整个人都有加成。哇，苦罗蜜，苦罗蜜，太尖了，头。哦，这种适合圆一点的脸，但是尖的其实也不会难看，它也会好看，尖脸也会好看。因为它其实撩上去后，你除非是那种直直的下，哎，但是很少会有人直直的这样，所以一般都会好看的。哎，可以做这样的，这样的好看，造型就是自己画的好看。我因为主要是你知道吗？每个人他对自己的脸是熟悉的，他知道自己该画什么样，就他自己踩的雷很多，呵呵，他自己踩过很多雷，所以他知道该弄什么样。我什么都想拍，但是一般只有白嫖都会拍的比较好看，我自己拍的反而不是那么好看。这个原图就很好看，但我觉得三天把我刘海撩的太高了。下楼吃蛙，再见。对着太阳的也好看。我抖音置顶，你猜他为什么能置顶？因为他 red 了。你猜他为什么置顶？早起飞北京，你不在北京呀？晚安。晚安。我脑门是有点大，这么一看，我差不多，我播到48，我也要下。我觉得我自己肉眼看我自己可好看了，但拍出来就没有，拍出来有时候差点意思。但我自己肉眼看我自己，我觉得哇，太好看了。相机，我自己肉眼看我自己，我哇，我每天陶醉在自己的，我每天自我陶醉。这样，谢谢。我觉得这个挺好看，但是我看不习惯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刘海，我自己看不习惯，所以我老觉得我没有在看自己。就我的感觉不像是在看自己，但挺好，其实挺好看的。这是原图，还没修呢，早让你们看一下，修出来再给你们看。始终是原图，这个是我。哇，我当天本来这个裙子他买的 L 码，然后就我穿拖地了，我有点矮，我穿拖地，他本来还带了鞋，后来我没穿上衣服，一看啊，不用穿鞋了，遮的明明白白的，然后我们就正拍了，就着拍了。好看，对，但是这种时候，这种一转的话，它还是会看露得出来。你看我的睡裤都露出来了，我的睡裤和我的鞋，好尴尬呀、啊，这个，我的睡裤。就表面只看脸的话，天哪，天哪，然后一看下半身，哎，表面氛围感可足了，天哪，表面我就是那个王国公主，再一看下面，哦，睡裤，我挺喜欢这张的，但是这个睡裤实在是有点尴尬，仙女的睡裤。
我觉得这样挺好看的，但是这个睡裤实在是有点。我上次穿拍那套的时候也穿睡裤了，其实露出来了，只是你没有发现，给你们找找。给你们分享一下，给你们看看。我上次那一套也露出来了。这个你们可能没看出来，这个蝴蝶结其实是睡裤。这个蝴蝶结其实是睡裤。这个露出来的边还有我的爱心花纹呢。还有吗？这张挺明显，你看这我的爱心睡裤，看到没有？我们拍了很久，我们才发现睡裤露出来了。还有这张，它虽然很好看，可是你们发现了吗？我的袜子脱了一半。真的很好笑，真的很好笑。表面可好看了，其实袜子脱了一半。所以我的照片，我照片仔细一看都能发现一些睡裤，留下一些睡裤的。等我夏天我就不穿了，冬天冷我穿一穿，夏天我就不穿了。哇天哪，这个好喜欢这种氛围感，这种清冷的感觉，救命！姐姐我可以。我喜欢哦，我每天都在羡慕人家的脸。我其实脸，其实我脸正是凹进去，烦。我不，我直着呢，我只是喜欢看美女而已。我直着呢，我觉得她也好可爱的，是我喜欢那种圆脸，就是为什么人家胖的那么好看呢？是人家胖的就很好看，人家，天哪！我觉得我就跟他两模两样。我什么时候能有那么大的眼睛啊？真的，我以前都特别想去开个眼角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觉得我眼睛太小了。可是后来我学会化妆以后，我发现，哎，其实不用，化了妆就好看了。那谁我也皮，其实我也皮。我自拍很好看，但是我有些就很难看，我觉得。但是我有本事把眼睛画大，错了，也不错了，也还可以，至少我有本事把自己眼睛画大一点。哇，我今天实在是没东西发了，然后闲着没事儿，你知道吗？等墩墩绝育，我去搞了几张自拍发。我都好久没发自拍了，让我看看不能发自拍。猪，哎呀，猪，我有4000个粉丝了耶！主要发现我们厕所的灯光还挺好的，我们厕所的灯光还不错，很多。对，你不要看我现在眼睛小，我现在眼睛小，所以我已经戴眼镜了。我其实眼睛也没有那么小，就是浅小，但是也没小到那个份上，没有现在怎么看着那么小。我现在看小是因为眼镜，但我觉得还是有点小。我好喜欢那种 big eyes。我叔叔，我多久没发自拍了？你看，放眼望去全是写真。好牛呀，我好厉害呀，是不是？
这个时间写的那个多一点。我还好多没有修，那其实我基本都给你们看过，就是我虽然没有修，但是我原图基本都给你们看过，我都没有修出来，我压根都还没选，我还没选，好吧，我犯懒，我前两天把那个选过去了，我把卖女孩的小火柴拿去选，拿去选。我现在手上还有多少？我看一眼，我有什么没发的图啊？我看看修出来有什么没发。其实就只有一套还没有发了，没有了，就一套还没有发，别的都发过了。都发过了，我要今天晚上选出一套来去修，选一套，把这个爱丽丝选出来。这爱丽丝都已经从好看拍到我现在觉得不好看。我真的拍了好多照，主要是那次一次性拍了五套，就特别多。这张还行。有一套这个爱丽丝的，到时候拿去修一修，把这套修了，还有套什么？哦，我还有过年拍了两套，但是我不是很想，哎，再说吧。我还拍了一套，哦，我还拍了套你们没看过的，我把那套拿去总选，我去总选，到时候总选多少票解锁？给你们看一眼，三、二、一，这样的，有一套这样的，有一套这样的，还有什么呢？哦，我还拍过跟那个、跟二的那个女仆，没见过，你们一定没见过，我没发过。哎，我记得这一套图当时还有好多，这套当时拍了好多，目的就是不让你们看清，要让你们看清还了得。哦，这一套，哇，我那会儿脸好肿啊，救命！我那会儿脸好肿啊。这个就是因为就是看他心情，他修出来就有，他修不出来就没有，因为这个没有花钱，这个不是我说了算的。其实也没啥，其实没啥，都发过了。哎呀，没有照片了，焦虑了，该去拍照了，该去拍照了，我要准备去拍照了，觉得没有照片发了。本来我觉得还有很多，今天一数，刚刚一数觉得没有了，不行，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，该去拍照了。很多没，也就那么一两三套了，没有了。不能容忍，马上去拍，马上去丰盈一下我的库存，马上就去把他们都弄满，马上就把它弄满，不能容许没有照片发，就是不能有这样的情况，我不允许，绝不会拍散。北巴没有微博 KPI， 北巴还好。啊，对，怎样？我不自己拍的开心，我自己美，我获得了美丽，我自己开心。哎，你看不到你急，没有用。谢北像有猫的玫瑰花。
什么时候发出来不知道，看心情，看心情。我夏天，对啊，我拍给自己看我也开心啊，我自己看的美美的照片。我还想去把我那个经理那衣服我都没寄回家，我打算等天热了去拍一套。这个人发，对啊，那你去看别人吧，转点鸡腿去，转鸡腿。哦，你拍到相册是吧？对，那就没法了，不发，我不，我现在手上只有一套你这发了，我要攒一攒。再见，喝。你喝也没有，你喝我也不发。不是很想发，不是很想发，我要等我有很多照片的时候再发。最近就看你的自拍就好了，反正我写真发的也很多了，反正我照片我写真发的也够多了。穷到白皮，我穷到连鸡腿都没有了，你们也没有给我点甜蜜。我已经穷到连八万都提不了了，你们也不见你们给我点甜蜜，不给，不给。来呀，互相伤害。还有一分钟我要下播了，还有一分钟我要走了，我要去看我们绝育的墩墩，我们要看，我要去看看我的太监墩。你刚来，我播了那么久你不来，我播了很久哎。我觉得大家喜欢看粉头发。他还好吧？他挺好的，他就自己，他自己好像没有任何感觉，他没有觉得自己怎么样。谢北辰的荧光海呀，犯了些私事，什么私事？哎，我有点想买个，想买个泡脚桶，有点心动。到点儿了，哎，谢谢十三的大扑冷蛾子，天哪，好甜蜜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就是这个月的 KPI。这个月的 KPI 之神，今天晚上你就是我的神，你就是那个超人。祝你，祝你，祝你，就是公司天天有好吃的盒饭。祝你，祝你有好吃的炸豆腐。都不怕，是的，一点都不加重。人家刷的人都没有说要加重，你说啥呢？我跟你说，他要是十三自己要说是加重，我就加。你看人家花钱人家都没有说。祝你做个好梦，拜拜拜拜，我要下了，晚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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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北辰的爬，谢十三的爬，拜拜，我把你绑在上面，晚安。